谁说你的主意不行？解决问题也很有意思，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做，詹姆士的方式。王冠是闪亮，它戴在你的头上。现在你是国王，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但千万不要慌，要有自己主张，鼓起勇气做自己的国王。你会看到自己成为真正的国王，办好所有事情，轻松解决难题，做自己的国王。开动脑筋，发挥创意，再加上一点点随心所欲，带大家，我带大家取得胜利。干得真不错，现在怎么解决佣人的问题呢？我有一个主意。好的，我的陛下。摩罗卡卡多纳，鸟枪换大炮，全部解决詹姆士哥哥。现在他们的动作快了两倍，真是个好主意。詹姆士，詹姆士国王真棒。为什么都是他的功劳，是我让这变成现实的。他们会看到我做自己的国王。